想要问你谁人的，你讲无啥好解释，因为咱的感情出问题。为你付出着一切，如今换来你的反背，从今以后莫相找，是你害我这么狼狈。一滴花，我的春天在落雪，半白的缘分拢袂替，原来你的真心全是假，你的情要倒找，放我自己在怨切，到底我是算啥货，讲好清楚，我会放你自由飞。好像在讲一件事情，很有那个画面跟感觉。对，刚刚这样比较起来，嘉玲就有点在唱歌，真正在唱一首歌，在表演一首歌。傅凯呢？就是我本来有要唱一首歌，可是那一首歌我不敢拿来比赛，是因为世贤大哥唱得很阿尼基这样子，然后我怕我唱起来会比较没有味道。这是你现在比较欠缺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就再来交流这一块。好，哪一首歌你说出来？一边听哦。这首歌很惊哦，一片天，一片天呢，一片天。这歌词比较比较更 man 一点。哦，老师都在现场，你不如像蔡佳玲一样，好好唱一遍的，老师指正一下，好不好？一片天，来。阮的社会，人人拢艰苦，唔通消受别人的同情，你的无辜。当初怪我太糊涂，跟着别人的脚步，轰动的过去，谁人无？站在黑暗中，有沉重的气。不知何时才会当回去你的身边，抬头向天讨公平，甘命运多一口气，真正的情义在佗位？我用生命换兄弟的志气，我用自由青春的目的，我的爱恨是伤心的记忆，我用气瓶拼出头顶一片天。很 man 哦，现在对啊，谢谢。哦，这首歌唱的真完全不一样了，是是，从男孩变男人了。对，不要动。难怪我刚刚走进来，有个重型摩托车是你骑的。哦，我跟丹尼。而且这首歌这个魅力十足，当时是我们民视八点档大戏《日正》当中的主题曲啊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好的歌都在民视啊？没有，这首歌真的是特别为连续剧写。哦，是。但是他刚表现的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我觉得，哎呀，真的不错，跟我想象的差很多，差距很大。我本来他会用很流线型的来一片天的啊。混乱的社会，这应该是费玉清在唱这首歌吧？因为流线型的歌手，就直接想到小哥了啊。对呀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同属那种很斯文的歌手，非常斯文呐。结果刚刚不会哦，我看他一开始站那个三七步，我就知道哇。有时候我说实话，比如说我在演戏啊，比如说我们穿的西装裤，对。然后坐姿就不一样，跟穿牛仔裤、跟穿短裤、穿皮鞋跟拖鞋，那个
仪态都会不一样。唱什么歌要像什么样？不过看他刚刚歌，是不是副歌要加强些什么东西？比如说有台语有一些技巧用教的啦哈，变出那种那你要拼、嗯、要拼出来，让人家感觉那个拼。Okay. 你一句示范一句啊。嗯。我用自由换青春的有你，我的爱恨是伤心的记忆，我用气着拼出头顶一片天。哎、哦、哇，这感觉哈，尾音都出来了啊，嗯，要恰拼啊尾音。你要副歌要学一下，来来来，副歌就再粗线条，老师那个刚刚副歌来着。我用生命换遐你的志气，我用自由换青春的目的，我的爱恨是伤心的记忆。用气着拼出头顶一片天。好，哇，哎。看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讲对吧？所以唱每一种歌不是你会唱而已，要歌要懂得歌型怎么唱，要了解有差别的。对对，老师什么都能唱，对对，国语能唱，台语能唱，而且台语不是唱天下第一的。嗯，谁来谁去谁来？哈哈哈哈哈！已经三三八了，哎，这么光一买那球嘞，我感觉到卡的这样子，你有听到杜的背叫？我不要。金光一买去，谁来谁去谁来你卡卡这样，根本不像他的歌嘛。你当初为什么出这首歌啊？人呢要继续的突破，因为我长期唱的那种，比如说卡卡变鬼兄弟味道的歌太多，是。然后那个时候在拍《流氓教授》，用卡卡来这样加多，被呼啊，都来硬了。好，流氓没有啦。因为那时候演那个流氓教授哦，然后我演兄弟啊，那后来我有考上东吴大学哦，啊，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觉得，哎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好像台语歌没有那种校园民歌的那种感觉，嗯，所以啊，刚好这首歌收到，然后我就叫吴家祥吴老师帮我编成民歌式的哦，那只要带到东吴大学，这首歌就下哦，它只是个插曲啊，所以又有这个段故事才能够会，不然很奇怪，你给人感觉这么的。这么样男子汉的，所以就制作单位一边开始选这种歌，这样破坏我们王世贤大哥的形象。来，跟老师说声谢谢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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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